首先是很欢迎南京市，是香港应该正式通关是第一个来访香港的一个地区，很期待跟南京的市政府也好，南京的金融机构，南京的企业未来来香港发展，还有刚才有说到带到东南亚发展，我们也可以做好沟通的渠道，我们是已经非常期待，做好准备。